定了你的抽筋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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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血怎么可以那么多？我又死了死了死了！哦，伟大被捡走，哦，爱挑衅，嗯，死掉活该。我要存放那200秒是吧？对，好害怕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寻找小林，不要找我啦！那么多人都不找，找我小林臭猪。哎、欸，不要等，不要找我，凶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已经被死了？你死太快了！发现我啊！你怎么死那么快啊？那就只能一起来找人了。我呀。嘿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都是真的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嗯，剩五个了，加油，努力点！努力了，努力了，努力，用力，东看西看，看看哪里哦。大坏蛋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哦，看到小绵羊，小猪，小猪，别跑，小猪，小猪，小猪掰，小牛掰，小牛掰，有有有，小牛掰了。哦，还有哪里有？一些小坏坏都是喜欢躲在一些坏坏的地方，都是坏坏的地方。会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吗？都是真的。看看有没有人躲在上面，然后我们没有看到的，都没有。欸，剩一个，剩一个了！哇，谁那么难找啊？超强的欸！就是啊，欸，有有有，赢了赢了！哦，哇，哼，小 case， 看来你们不懂当机的厉害啊！再一次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机王。我可以啊，等一下。不要再吃饼干了！你这个吃货，你吃一下啊，没关系啊。你这个吃货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鸡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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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今天超卡，没有办法。这个大家请见谅。哦、哇！不是猎人。哎、欸，我找不到鸡耶、欸！哎呦，你是动物、哦！哎呀，哎呦！我说一下啊。我找不到鸡啊！我找不到鸡，然后找到就开始了，这样对吗？哦，谁一开始就杀？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这样玩真的不太对啊！这样玩真的不太对啊！OK， 哼，什么叫做轻松玩？小林，快点啊，嗯、我在这边好无聊啊，我要发芽了。哎、欸，怎、欸、么？发芽了？我在泡水啊，洗个澡。你居然？哎哎哎！我出来了，我们还在土里啊，我飞起来了。我跑到外面去了，我应该去找个饼干吃，对不对？
这游戏怎么这么简单啊？算了，我不要说嘴，等下要被抓。对啊，不好吧？至少不会被你抓。不一定会啊，刚好遇到啊。嗯，我看过你走过去啊。走过去，然后走原路喽。嗯，抓不到我的。就突然忘了原路怎么走。这推理很卡，对啊，今天超卡。而且我看 YouTube 也都很卡，他的片子都卡。而且我也不会用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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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悠闲哦！我现在两只手已经放开双手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悠闲，看看聊天室，大家都很哀伤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大家可以看麦快台啊，麦快台是不是 也都那么卡？对啊。哦，小林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好可怕，我怕怕。你怕什么？有猎人经过，我怕怕。但没事没事，就有时候忍一下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说不定会啊，谁知道呢？忍一下就好了，忍一下就好了。那发气哦，炸飞炸，发气，发气哦，炸飞炸。哎，移形换位，哎，移形再换位。移形又换位，天哪，我在溜一个，呜，被看到，被看到了。哎呦，只有他的话我没问题。这叫做玩弄。你抓不到我，你抓不到我，你还是抓不到我。哎呦呦呦！我两个人太过分，两个人太过分，两个人太过分了。说好的单挑呢？你知道我刚刚溜一个猎人，溜起码一分钟吧。我在跟他玩转圈圈游戏，他就跟我一直绕着一棵树跑来跑去。所以死掉了。死掉啦，因为有另一个人来打。嗯，说好的单挑，我们要一对一，有另一个人来 ，QQ， 找不到人，真是个，好像找不太到哎，看到这些马的尾巴在那边扭来扭去，哦，有一只鸡，有一只鸡跳下来了，鸡在跑，鸡跑得飞快。我这个距离要用弓箭支援。哎呀，超接近，超接近！从另一边，哎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哎，你还没死，哎，结束了，亏我超到捷径，打不死他，叽叽，他们居然剩三个人，好多、哦。你有抓到人过啊？我不知道哎，都要怎么看啊？其实你一定都没有，一定有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来玩那个好了 ，Party Game 要不要？好啊。还是你比较喜欢打架？都可以啊。你好像没有玩过那个吧 ？Dragon War 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龙之战。没有，这是什么？变成龙。哎呦，没玩过是吧？啊，一样在这个房间前面红色告示牌，下面左边数来第四个 Dragon Wall，D R A G O N， 有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样？简单来说就是一直打别人就对了，然后他 CD 好像两分钟吧，就会可以变成龙，
就是骑龙啊，骑着龙。除此之外都是各种打架，有没有？第一个物品栏就是铁剑打人家，对啊。第二个物品栏是喷火球，要多尽量多喷火球，因为火球很痛。那、啊、第三个物品栏是蜘蛛眼，是补血。哎咻！哎咻！哎咻！打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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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呜呜！死吧你！死吧你！哎、欸，居然是我死，算他厉害。我居然还没杀到人，这不科学！别跑啊！哎、欸，有死有死！你也快死吧你！哦。这个会有点混乱，可是打起来很爽。真的。又干掉一个人，杀两个，杀两个。哎、欸，他被困在下面。那就炸你，跳下去打爆你！打打打！不可能是我输吧？哎、欸，骑龙！哎、欸，我现在目前杀最多，真假太狂了！哎、欸，然后我已经骑上龙了。他有时候有没有多一个物品栏？那个就是骑上龙。嗯。然后骑龙就是。第一个物品栏一直按右键就会吐火球出去，可以对场上造成无数的破坏，但是能够杀到人还是运气啊。那没死吗？有干掉一只吐球，吐吐吐，哎、欸、没了。对决啊，哪里有人？那没看到小林的感觉。你在哪里？啊，龙？你的骑龙？耶、yeah ！架打架打架！打架打架！别跑！你这残血的人，你一定残血，别骗了。哎、欸，他是骑龙了。逃掉了！要快点跟我对决，跟我对决！哎、欸，被龙炸死了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！哎、欸，真好，真好！哇，这里还有其他人！哎呀，我也挂了，但应该有杀到你吧？欸、你有啊？你一个人都没杀到。哎，我最小。都是，这不是谁不谁小，这是你在干嘛？我被困住了。哎呦！哎呦，跳不出去啊！难道我最后要靠赌龙吗？啊，只能赌龙了。靠龙。有办法再杀一波！吐吐吐吐吐！哎呦，好像有吐到那里哦，吐到我想要吐的地方。哎呦，前面！吐吐吐吐吐！吐吐吐吐吐！有炸到人，有炸到人哦！吐吐吐吐吐！看不到人了。看不到人，不知道吐哪，往中间吐，没了没了没了。